中天跨界演出。洗美金啊，也不是一种多新的诈骗手法了。但是真的白纸上点了个药水就会变钞票吗？魔术师说呢，这只是一种障眼法哦，一般人其实就很容易学会了，千万别被骗了。金不要扎，白纸变钞票，药水。太神奇了，白纸竟然一秒变钞票。不仅变出人民币，神奇药水再滴几滴，五张千元台币也是一眨眼就出现。魔术师的药水里到底藏有什么秘密？其实它是一个魔术的手法而已，其实那个药水有跟没有都没关系，因为那只是个障眼法，不干药水的事情，主要是白纸跟钞票的变换而已。原来药水只是障眼法，能把白纸变钞票的关键其实是要有专用的道具配合。魔术师说，这其实是入门级的魔术，有熟练的手法就可以上场表演。其实这个魔术呢很简单，我们现在实际就来试试看。一手拿着白纸，一手沾点药水，再把药水点在纸上，不要怀疑，白纸立刻变成钞票。这个是魔术的手法，不是化学反应。因为我看过国内外的那种网站的魔术道具非常多种，都没有看过类似这样的道具。对，所以呢，用魔术手法很轻易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。刚刚的药水只不过是普通的矿泉水，其实魔术道具里面并没有把白纸变成钞票的药水，除非是有心人士特地调配化学药剂，将真钞漂白再还原才有可能。原本是用来娱乐大众的魔术技巧，这回变成了歹徒诈财的工具，当成骗术来诈财，实在太不应该。郑顺、王宗汉、谭若仪台北采访报道。